常的忙。若世界会像闪光的童话，只因为回首张望是海。好，不错不错，这个特别好。最后一句我给你留的这句，就是相当于你给所有的听众一个发问，嗯，就是这个是追不上白马，还是追不上白马，都可以了，很 free 了，对，这句话是诚恳就好了。好，梦想里像小童话，谁在守护它？闪着光的岁月啊，它不曾蹉跎啊，始终不停的抵达，已追不上白马。